怎么样，伤口还疼不疼啊？有没有进水啊？刚刚，没事。你都不知道，刚刚那个东西掉下来的时候我有多害怕。我就只恨我自己，我不能跑得快一点，可以追上。说什么傻话呢？ 什么样的危险，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要一起面对的。严星辰，请你答应我，你哪怕是为了我，你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如果真的要去面对什么特别危险的事情的话，你一定要带上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一日约会，今天突然出现的那个人，还有……我本不想告诉你的，星辰。我不想再让你卷进庄稼和蓝海的斗争中。 我想尽我一切的能力保护好你，让你和所有的普通女生一样，生活和恋爱。星辰，好。 我告诉你，其实他们找的就是这枚私人印章，他们是觉得这枚印章在我身上啊。放心吧，我会保护好你的。我不怕。 只是这枚印章在我身上吗？星辰。 我想起来了，我在海外出事的时候，那个时候心妍有往我的口袋里塞一样东西，但是后来我在医院醒过来的时候，你、方想还有元帅的出现打乱了我的一切。再到后来，我就跟你回了庄稼，我就把它遗忘了。但是在我们一次争执中，我发现了它，是一个玫瑰样式的胸针。胸针是外公送给母亲和小姨的生日礼物，预示着他们是庄家的双生姐妹花。在我记忆里。 母亲经常佩戴的，那一定就是了。怪不得夕颜在离开的时候，她交代我一定要替她完成。原来她是要我把这枚胸针带给你，让你可以替她拿回你们的蓝海一星。星辰，这枚胸针现在还在我家里，我今天早上好像不小心把它打翻，掉到我床底下了。确定吗？嗯，我回去就把它收好，明天早上。 你亲自来拿吧。好。哎。哎。
行了行了，你别哭了，你都哭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再哭下去，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那人家心里难受吗？我连哭的资格都没有了吗？我就要哭。你哭你哭，你想哭多久哭多久，你哭我听着，你生气我受着。但是冤有头债有主，我去找元帅。不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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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祖宗。那你想听元帅以前的故事吗？嗯。哎 ，Bruce Lee， don't you have any euros？ Where's your wallet？ Come on， where is it？ 谢谢啊。你也是同胞吗？谢谢，谢谢。你干嘛？我以为你是来帮我的，原来你和他们一样，混蛋！别动中国人，你管得着吗你？你觉得呢？哦，哎，那这么说，你才是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啊？啊？女主角？后来。服不服？不服啊！Look at them, ma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Celebrating your birthday on the streets? Whoa, look at this cute cake. Ouch. Oh, this is lovely cake, man. Oh, it's amazing. You break his heart. Ooh, you break his heart. Oh, he stands up. Hey.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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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guys. Hey, come over here, guys. Bruce Lee here, push me. I'm right here, huh?He's gonna teach me a lesson, huh? Come on, it's the time, how's it? Huh? Whoa! You gonna beat us up? Get out of here, some kung fu. I'm too thirsty. Good at it.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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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this is boxing. Look me, sir. Show us some kung fu. Yeah. Come on.哦，哎，那这么说，你是自觉归顺严新城的，而元帅是被打服的。也不能算是打服吧。你知道狼王和头狼吗？听过啊，就是一个是狼群的王，一个是冲锋陷阵的将军。答对。那对于爱情而言，狼王一旦动心，一辈子就只爱一个人。嗯。对于冲锋陷阵的头狼而言，就只懂得冲锋陷阵。所以，他根本没有谈恋爱这根弦。
这个周期的设计初稿和下个周期的制作计划，工作室的原料很多，但是精刻度的还是少了一些，恐怕你要囤一点。没问题，只要是你的设计，再多的高精原料我都敢下手。谢谢老板。除了工作，我们聊点别的事吧。蓝海一星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严星城又有什么危机？唐林，这件事跟我无关，不是我，是之前我碰到沈曼宁。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你说庄家会不会还藏着什么秘密？